无论发生什么，一定要坚持住。我的身体已经承受到我极限，再也坚持不住了。 一定要坚持住。如果放弃的话，心里会更痛苦的。我还想再抱一抱我的女儿。妈妈，我好想你。爸爸说，如果你不练了，就可以回来陪我了。妈妈，回家吧。大夫，配镜成功，马上要。She's recovering very well. No sign of rejection to the new heart. Thank you, Dr. Huang. You're welcome. How are you today? Good. Good. 时，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一个星期对他的审问、严刑拷打，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，并且电棍这个电，我们的民警就是有不少啊，就是比较变态那种的，给他进行什么这个用钳子、用龟式器对他进行这个属于是猥亵吧，然后对他进行这个强暴太多了。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，派两个，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，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大学毕业的，不打任何麻药，手一点也不抖，直接就拉出来了。那个女人就嗷嗷大叫一声，说法轮大法好，你杀了我一个人，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呢。先摘的是心脏，然后再摘的是肾。当心脏的血管一剪到一下，它就进行一阵抽搐，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，睁着两个眼睛，张着大嘴。哎呀，我不想再讲下去了。